孝经 PG1 孝经开宗明义章，开宗明义章，仲尼居曾子事子曰：先望有志德要道，以顺天下民用，和睦上下，无怨辱之之乎？曾子必席曰：参不敏，何足以知？之子曰：夫孝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身也，父作无与汝身体法，夫受之父母不敢毁伤，孝之始也，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，以显父母孝之忠也。夫孝始于事亲忠于事君，忠于立身大雅于无念，而足欲修觉德。天子章，天子章。子曰：爱亲者不敢恶于人，敬亲者不敢慢于人。爱敬敬于事亲而得教，家于百姓，行于四海，盖天子之孝也。夫行于一人有庆兆名赖之。诸侯章，诸侯章。在上不骄高而不为志节，谨度满而不逸，高而不为所以长守，贵也满而不逸，所以长守，富也富贵不离其身然。后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，盖诸侯之孝也。师云：战战兢兢如临深渊，如履薄冰。清代五章，清代五章。非先望之法服不敢服，非先望之法言不敢道，非先望之德行不敢行，是故非法不言，非道不行，口无则言，身无则行，言满天下无口过，行满天下无怨，恶三者备矣，然后能守其宗庙，盖清代服之孝也。师云：夙夜匪懈以事人。是章，是章。资于是父以是母而爱同，资于是父以是君而敬同，故母取其爱而君取其敬，兼之者父也，故以孝事君则忠矣。 PG2 敬事长则顺忠，顺不失以事其上，然后能保其禄位而守其祭祀，盖世之孝也。失于素心业内无田而所生。庶人章，庶人章。用天之道，分地之利，谨身节用，以养父母，此庶人之孝也。故自天子至于庶人，孝无终始而患不及者，谓之有也。三才章，三才章。曾子曰：圣哉，孝之大也。子曰：夫孝天之经也，德之义也，民之行也。天地之经而民事，则之则天之民，因地之利矣。顺天下事以其教，不素而成其政，不言而至，先望见教之可以化民也。是故先知以博爱而民，莫以其亲臣之愚得义而民亲行。先知以敬让而民不争，导之以礼乐而民和睦，事之以好恶而民之敬，施以赫赫，施以民惧而瞻。孝至章，孝至章。子曰：昔者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，不敢以小国之臣而况于公侯伯子，难乎？不得万国之欢心，以示其先望治国者不敢侮于寡，而况于市民乎？不得百姓之欢心，以示其先君治家者不敢失于臣妾，而况于妻子乎？不得人之欢心，以示其亲夫，然不深则亲安之计，则鬼想之事，以天下和平灾害，不生祸乱，不作不明。王之以孝治天下也如此。师云：有觉德行四国顺之。慎至章，慎至章。
曾子曰：“敢问圣人之德无以加于孝乎？”子曰：“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，莫大于孝；孝莫大于严父；严父莫大于沛。天则周公其人也，其者周公交嗣后继以沛天宗，嗣文王于明堂以沛上帝，是以四海之内各以其职来祭夫圣。”